为什么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凯文他到底去了哪里？我的朋友的狗狗真的很可怜的，你们去帮一下他吧。我可以付钱给你们，不然请你们吃大餐也可以 ，please。涛涛，我想帮别的狗狗。摩嘎跟大家 say hi， hello， 摩嘎姐姐，请你吃饼干。嘎，过来呀、啊！大家特地过来看你的，不可以没礼貌，嗯。他一碰到陌生人就会这样，非常怕生。我也是花了好长一段时间跟他相处，他才慢慢接受我的。那你平时上班的时候谁来照顾他？只能送去入托中心，那边的人也说他很内向，平时就喜欢自己待着，也不肯跟别的狗狗玩。我已经试过很多种方法哄他开心，可是就是没有用。现在真的只能靠你们了。觉得奇怪，他跟狗狗沟通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他说心情不好，叫我们不要烦他。很遗憾，狗狗身上的晶片出了问题，没办法知道狗主的资料。怎么了，老婆？这条项圈真的跟我当初丢掉的那一条一模一样，现在突然出现在这只狗身上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怎么可能会是同一条项圈？你别胡思乱想了。不如我们领养它吧，凯文回来看到它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觉得跟这只狗很投缘，说不定把它带回家会给我们带来好运。让我们快点找到凯文。养狗和找不找得回孩子是两回事，你别这么迷信好不好？现在已经够烦了，我们哪里还有心思去照顾多一条生命？我还是把它送去收容所算了。凯文是因为我才离家出走的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真的很怕再也看不到他了。你别这样，凯文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的。让我领养他吧。如果凯文现在在这里，
他一定也会希望我们能领养这只狗。你的朋友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跟狗狗沟通？当然有啊，你昨天不是也看到的吗？可是他已经飞了快一个小时了，摩开为什么还是那么不开心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狗专家。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你们不会是在骗我们吧？我们骗你们做什么？你们又没有给我们好处，好心没好报，早知道就不帮你们了。小弟弟，你别生气，我知道不是你朋友的错，是我这个主人太没用，解不开摩卡的心结。我是在一间收容所收养摩卡的，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瘦到只剩下骨架了。听收容所的人说，从摩卡出生到三岁时，一直被拴在户外，有时候一整天都没东西吃，甚至风吹雨淋的时候都没人理。所以当我决定领养摩卡的时候，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过得比人还幸福。嗨，摩卡到家咯。嗨，摩卡，这是你的新家哦，请多多指教啊。把摩卡带回家之后，我把它当成心肝宝贝来照顾，日常洗刷都是我亲自动手，确保它身心清洁。不管是吃的、穿的还是用的，我都是买最贵最好的给它，我要让它过上最优质的生活。我想让他知道，我会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疼爱，不会再让他受苦。可能是我做得不够好，摩卡到现在都还讨厌人类，讨厌这个世界。摩卡说他不讨厌人类，也不讨厌这个世界，他知道你爱他，可是他是一只狗，不是人。他讨厌你给他穿的衣服，害他丢脸，不敢见人，也不敢跟别的狗玩。还有，他不喜欢吃人的食物，不喜欢喝牛奶，也不喜欢跟人类一起睡觉。是真的吗，摩卡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那么粗心，我以后都不会那么自以为是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摩卡说他从来没有怪你。摩卡，真没想到志明哥哥觉得好的，原来都不是摩卡想要的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听得懂狗狗说什么，那就好了。其实狗狗很简单，开心就摇尾巴，不开心就趴着角落。就算听不懂狗狗的话，也很容易猜到我们在想什么。那皮皮，以前你当狗狗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做过一些让你讨厌的事？没有。真的？
跟你在一起每天都很开心啊，睡好好，吃饱饱，没有烦恼。你再认真想一想，一定有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。有什么你尽管说，我会改进，当个好主人。说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可以像以前那样常常陪我玩，不要不理我。我没有陪你玩吗？Yes, 跳过去，制造宝物。不要烦我做功课，自己去玩。你知道吗？狗狗的寿命很短，你现在慢慢长大，我也慢慢变老。我怕我以后去了彩虹桥，就见不到你了。这些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？电视。所以你可以答应我吗？我答应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冷落你了。耶，谢谢涛涛。走吧，皮皮，我们回家了。嗯。就不能点一些有营养的吗？老婆，小朋友喜欢嘛，久久吃一两次没事的。Pete， 多吃一点吧。把这里呢当成自己的家，不要客气哦。你很久没有吃东西啊，怎么今天胃口这么好啊？炸鸡好好吃。老公，嗯，你会不会觉得 Pete 很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？像谁？一时想不起来，只是感觉很熟悉，好像我们认识的人。Pete 的爸爸妈妈在国外，他跟他的外公一起住，所以很少有机会吃快餐，是不是啊 ，Pete？ 嗯。那呢，你就多吃一点，不够的话我再叫。你只顾着吃炸鸡，吃点别的吧。总之，在我们家，你每天都要吃到饱饱的。再来一局。不要，我都玩不过你。屁，你来跟我跳一局。嗯，帮我报个仇。谢谢老婆，谢谢妈咪。不用。
还要吗？给他们吃多一点吧。我放这。谢谢妈咪。这不是想念你妈咪啦。Pete 在我们家很开心，可不可以让他住久一点？只要 Robin 叔叔不介意，想住多久都可以。Yeah! 不过你们两个不可以只顾着玩，还要做功课和温习，谁偷懒我就罚谁。那这几天 Daddy 跟妈咪需要加班，所以会比平时更晚回来，你们两个要互相照应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咪。好，那吃饱了赶快准备睡觉咯。嗯，晚安。可以帮我拿一点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呢，去打听看有没有皮皮的消息。那找皮皮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炸鸡好好吃，外面的皮脆脆，里面的肉软软又多汁，鸡血更厉害，有很多泡泡冒出来。涛涛，干嘛？刚才那个游戏，以前我只能在旁边看你们玩，原来这么好玩，当然比蛋糕好。皮皮，如果让你选，你想继续做人还是做狗？做人的话，你就可以像这样跟我聊天，我们也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。怎样？你会选哪一个？我。汪星人。这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，这个人不就是现在的你？对，好像是我。皮皮，过来。嗨，涛涛，我帮 Pete 在 Pubgram 开了一个新账号，把他跟狗狗沟通的经过写了出来。千万别浪费 Pete 的才能，要让更多狗狗变得幸福哦。哇，看来丽丽姐是要捧你做网红的。网红是什么？可以吃的吗？不可以，去睡觉吧。晚安。汪星人，我的 baby 不肯吃饭，我该怎么办？汪星人，最近我的狗狗很情绪化，能不能请你过来开解开解它？为什么我的狗一直对着门口吠？它是不是有话想说？皮皮，快点起来！你看，你真的变网红了！网红都不能吃，我不要。你看！放学后，我们去公园见面。记得千万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讲话，也不可以到处乱跑。
Ashton 说不喜欢你在他的身上喷香水，还有不喜欢人家抱他。哦，难怪每次我要抱他的时候，他会一直跑开。涛涛，皮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就快好了。Hello， 请问你们是怎么找到来这里的？哦，我在网上看到这里有个狗狗通灵师，所以我带我宝贝来算算命。这哪里叫算命？应该说是带狗狗来看心理医生才对。你跟 Pete 现在在哪里？我们在公园。刚刚有一家流浪动物中心联系我，说有事想找 Pete 帮忙。有空的话，你们现在过去看看吧。好，等下见。